你不要看好不好？到底报了你不要看。好，所以打开这个筛选，然后这个年，可以吗？年，麻烦请小于2022。进口日期二的年，麻烦请是靠，请做那个小于2022。还有，我想要去保留那个轨迹，保留这个轨迹。好，麻烦请你们点日本，日本在这里。我们只看主要的几个国家啊。好，日本，点一下日本。有看到它轨迹吗？Ctrl 键按住，点中国大陆在这里。为什么先点日本呢？这真的我，因为日本它被中国大陆挡住了，听得懂吗？就是它那个轨迹在中国大陆的线上，这是有意义的，你们听得懂吗？这什么意义？听得懂吗？为什么日本会在这个地方？你有没有听过拦截？你在打麻将那叫什么截胡？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这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谁？日本，对吧？听得懂啊？被拦截掉了，对吧？还是听不懂，哎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你跟部长不能讲截胡，什么拦截。终于有人笑了，实在是你们压力真的很大哎，真的。有一天那个我们所上有一个老师，拔3颗牙齿，然后住院躺了1个礼拜。他是哪一个医生？反正。你去查，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是医生，好，然后我们所上都是医生科学家，就是他既是医生，又来做大数据分析，听得懂哦。然后去看诊，看完诊，他就直接去荣总，他荣总的名医，然后就直接在那边挂号，真的压力，他的压力也很大。好了，再点一个美国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好像有同学讲美国嘛，啊，我们时间不够了。那个刚刚讲到第几组，算了，自己来讲。你看哦，这边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就是各个国家其实它的那个变化，它的变化是就是很小幅度的，听得懂哦。好，那10年已经可以看到一个，您那个《三国演义》什么话说天下什么10年怎么样？20年是不是分分合合？对，听得懂吗？这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。这样了解哦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被取代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地位？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当然有了疫情，反而还更往上推波助澜，对吧？好，下午我们就是要继续讲这件事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大家变化，就是大概是在这之间的一个变化成长，可以吗？你们喜不喜欢看资料之美？我现在这个课程主要设计就是让我们看到资料的美。我下午在跟你们讲，我在美国那个，我去华盛顿 DC 的某一个博物馆，我看到地震这个动态散布图，我可以在那边看30分钟，就是他画的是从那个他收集到的大概有1500年，然后每一个月就是这边一个地球，然后。这边如果发生地震，他就画一个很大的圈圈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好，你大概看10分钟才能看完整个这1500年地震的发生，
可是这样看完之后，我就觉得很兴奋呢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这都是在看资料之美。好，希望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哦，让你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艺术。好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，这是一个。我如果说有机会，我们再把它下探到月，哇，那真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变化啊，是真的很棒。其实这种图你在那个画那个台风走的路径，其实就很类似这个。好了。